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信的凭据，我们这群人是你从万人中间呼召出来的一群，使我们今天分别为圣，归给你作为粗熟的果子。谢谢天父，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保守这几天的聚会，使这几天的聚会达到主你的面前，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你旨意的奥秘。但愿这几天不至于突然，我相信主，我们这一次的聚集是你早已经安排好了的。今天你必借着这一场聚会，如同摆设丰盛筵席一样，使我们饥饿的心灵得以饱足，使饥渴的心灵得到滋润。求你亲自来浇灌你自己的众教会，浇灌你自己的众儿女，使每个弟兄姊妹从你那里得到饱足。你亲自向你的百姓说话，你亲自将天上的话语显明给我们，将属灵的亮光光照我们的心灵。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得以通达。今天照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但愿每个弟兄姊妹来到这里都能得到饱足。听我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好，感谢主的恩典，咱们继续来交通得救和荣耀的区别。今天一直在讲得救。我们看这段经文二十六节，这段经文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这里我说像这样圣洁，耶稣圣不圣洁？圣洁，无邪恶的，无玷污的，远离罪人是什么意思呢？他不可能住在罪人里头，这叫远离罪人。他来救罪人，不是住在救罪人里面。那么救罪人，今天你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他就远离你，这叫远离罪人，高过诸天。诸天指什么？诸天，高过诸天，天上、地下各家都因他得名。诸天是天上的各家，叫诸天，都因他得名啊。他是高过诸天的，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什么叫合宜呢？合适，这是合适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他不像旧约那些大祭司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因为耶稣有没有罪呢？没有。耶稣有没有死呢？永远死拘禁不了他，是不是？死永远辖制不了他，死过但他胜过死亡的，他死完了从死里复活，把死这个痛苦就解释了。亚当死了是被咒诅的，是不是啊？那些个大祭司都死了，摩西也死了，只有耶稣基督死了又活了，是不是啊？这就胜过死亡，胜过阴间了。所以
与我们合不合宜的？可以，可以。所以他献祭的时候，他不用先为自己献祭。旧约那个献祭的时候，大祭司上去了，先给谁献祭？先给我自己献。那么他自己有罪呀、啊，他必须献祭，献祭完了之后没有罪了，再去为百姓罪献祭。但这是旧约，这是立位支派。但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立位支派的？不是，不是的，他不用先为自己献祭，因为他不存在罪的问题，他没有罪，这是他身上带的罪，死的时候带的罪都是我们的罪，他那形象都是我们的形象，他那样式都是我们的形样式。他主要把我们的形象样式和形状取回去，就是为了定死，把我们的形象定死，把我们的样式定死。他本身是没有罪的，对不对？对。所以他献祭的时候不用先为百姓的罪献祭，按神性这个角度看，他一点罪都没有。他道成肉身是为我们成为肉身，为要献祭，是不是？所以他献祭，他献什么祭呢？赎罪祭。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第三点，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哪事呢？罪的事成全了，是不是？就把这事成不成全了？成不成全？成全多远？到永远。成全到永远。你看这好，一下就成全了，成全完事了，不用再献祭，不用为罪献祭了。他就跟你立这么个约，他立完约，他为罪献祭，献完祭，他告诉你不用为罪献祭了，这祭不是你献的，你怎么献祭呢？你只要来信就不被定罪了，他献完祭你信就不被定罪，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我们看第十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你不用献祭了，因为你献祭，你把又跑到旧约里，你自己靠肉身献祭了。旧约是人献祭，新约不是人献祭，是神献祭。我讲完了，你记住这句话啊。旧约是人献祭，新约是神献祭。旧约是人献祭的，是不是啊？新约是神献祭，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献祭，对不对？那你在献祭，你献禽，我看你不叫献祭，你献祭，因为人献祭失没失败？旧约人有罪，人先献祭，献完祭失败了。现在呢，你的祭不是你来献，是耶稣基督替你献的，好不好？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献上不是献你的身体，是献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是献他身体成圣的。我一会儿我会跟你讲的。旧约人献祭失没失败？新约耶稣基督来献祭了，成没成功？成功。成没成全？成全了。成全完了，这里边已经到成全完了，是不是成全了？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成全完了，你没有必要再来献祭，所以他跟你立约就不让你献祭。好的吗？我们看第十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我再让他们一同来读。十章的第十六节到十八节，一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赦没赦免？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罪赦免了，你再献赎罪祭，错的。你再赦免完，你再赦免一次，等于你再献祭了。赦没赦免？
来信念罪的赦免就知道救我。你现在的罪免了吗？免了。天天的那主导文天天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他天天这么讲，但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免了债，根本没明白什么叫免了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是上帝跟你立的约，我不再纪念你的罪前和你的过犯，你又为罪前和过犯都献自己来那献祭，不用耶稣献祭，他自己来那献祭，错没错？因为神都说罪前过犯，这是立约的凭据，对不对？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前和你们的过犯。那么这些献祭的人都为什么献的？罪前过犯。你看早上交头的时候，主啊，求你保守我，不让我犯口舌的罪，不让我犯心怀意念的罪，不让我犯律法上所有的规条，是不是这么交托的？晚上回来就开始，对，就认罪。你看这话他没信呢，我不在你纪念你这个罪前了，是啊，既是出于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这句话他也不信，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他也没信。我不再纪念你的罪前和你的过犯，也不信。他有的人误解圣经，我若偶然被过犯所胜怎么办？听过我讲的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举手，听过我讲，有很多人听过，极少数人没听过。什么叫偶然被过犯所胜？现在老祖宗遗传都说，我今天肉体犯罪就偶然被过犯所胜，我肉体要没犯罪就不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偶然的，什么叫偶然呢？很少，很少啊！十年九不遇的叫偶然。偶然，你那肉体那个过犯，那不经常的吗？许多过犯也被成义了，这绝对不是肉体过犯，是不是？偶然被过犯所生，就是偶然的，是不是？偶然被过犯所生，不是过犯，被过犯胜过你的信心了，这叫被过犯所生。你的信心没在上帝这话上，神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前和你的过犯了，他没听，没明白，也没信这句话，这叫偶然被过犯所胜。当你不信这句话，一有过犯了，你就以为这就叫偶然被过犯所胜。人有过犯不叫被过犯所胜，没有过犯的人经常被过犯所胜。这句话你听懂了吗？什么叫偶然被过犯所胜？啊，上帝说不纪念你的罪前和你的过犯，一旦你有罪前和过犯，就因这件事儿，呀，这神还要我了吗？我都有过犯了，你听懂吗？哎呀，神还要我吗？神不告诉你这个约就这么立的，这说明你跟神这个约都没立妥呀，你还怀疑，上帝还定你的罪，照着你肉体的过犯定你的罪。昨天咱怎么讲的？啊，有许多过犯也被称义。这里边说我不纪念你的罪前和过犯，上帝得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啊，怎么说你相信？你们得就是本乎恩典，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那么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一定不是你的行为，是你的心出问题了，对不对？如果你能把上帝的道存在心里，就即或是你肉体行为不好了，你也相信能成义。这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亚伯拉罕怎么信的？就这么信的。许多过犯也成义，就这么信的。他只信称罪人为义，我有罪，他也不用我罪了，这个人的信才成功了。有一点过犯了，马上就怀疑上帝，你这是信吗？跑哪去信去了？得肉体没有过犯了，你才信。你这样到猴年马月，你也进不去天国呀，是不是？你的肉体一点过犯没有才能进天国吗？如果你肉体一点过犯没有就能进天国，那么耶稣还死在十字架上，有那必要吗？是没那必要。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神的爱就在此，就在这地方显明神的爱，显明神的义，是不是？
显没过犯，显没过犯。昨天我讲的显没过犯，显不显明？把你的过犯显明出来，目的是什么？要显明他的恩典。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是不是啊？恩典就更显多。显恩典不为目的，要显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好在今世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你称你根本肉体就没有义，你还想用肉体做点好事换取救恩吗？不可能的事，是不是啊？神绝对不能叫你用肉体做点好事换取救恩，用张三换给吕四换救恩，合理不合理？这里面这个姓耶，这个姓亚，用亚当做点好事换取救恩，换里边姓耶的得救，你说这不完了吗？这个人的信仰就干脆就连那个主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的边都没挂着。为什么有许多人跌倒？到那时有许多人跌倒。为什么有许多人跌倒？就是今天的根基根本不是扎在基督身上，是扎在他身上。我没有过犯了才叫义。昨天讲没讲？保罗说我虽没有错，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义。怎样？成义？那不是成义的条件呢。你肉体没有过犯不是成义的条件，你肉体有过犯不是被定罪的条件。你被定罪是因一次被定罪的，你被成义是因耶稣基督一次一行被成义的，对不对？对。所以你不要把根基扎在你的肉体上。被过犯所胜，有多少人解错的，是不是啊？当他整个那个心扎在这上面，就把这个肉体的过犯当成被过犯所胜。你肉体有过犯是不是被过犯所胜？是不是？若是的话，这段经文有毛病的。这段经文怎么？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钱和你们的过犯。神说的话你信不信？信。你信的不是人的话，你信神的话你才能得活。你信鬼的话或者信的你自己的意念，你都不能得活。耶稣不说吗？你们靠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应当趁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你那里边的意念蹦出来的意念就把你误导了，误导你，你不在圣经的根基上建造，你不在神的应许上建造。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进不去迦南，他不在应许上建造。这应许重不重要？重要。这神跟人立的应许，对不对？如果你不在应许上建造，今天既或你信耶稣了，你是挂名的基督徒，你不是挂名基督徒吗？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天国跟你有什么关系？神儿子的名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啊，产业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神诸多的福气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一点瓜葛都没有，是不是？因为你的信仰是错的，路走错了，什么真理啊，什么生命、啊、都没有了。所以今天信耶稣这件事情，咱们真真实实不能忽略了。你谁要忽略这么大救恩，怎能陶醉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有许多人没明白。我讲的被过犯所胜，我重复一遍，在这里一定要记住什么叫被过犯所胜，千万不要把我今天有过犯的说成被过犯所胜。我经常讲这个被过犯所胜，网上就专题讲到，就一讲，哪怕你就我就你听一听你就知道什么叫被过犯所胜。从前有一个小偷，专门偷东西的，那偷东西专门拿那大长镊子，正长的镊子，就去夹人家的钱。有一天，一个传道人正好上街里，这小偷都进公安局拘留不少次了，但他死心不改。那人就是这样嘛，他改不了的。有一天，他正好看着一个人在那儿买东西，正好是个传道人在那买东西，撅着屁股在那买东西。他穿个牛仔裤，他一看这钱在这，他掏钱是从这个兜里掏出来。他的镊子就进去了，就伸进那个传道人那裤兜里去了。他感觉到那硬硬的，他因为他这个牛仔裤这么一弯腰，他就紧了，紧的他夹住了，拔不出来的。一把这一完了，传道人感觉出来了，回头就要按住，你干什么呢？一把就把他就薅住了。哎，大哥，对不起，大哥，对不起，走，就把他带走。今天不买菜了，那你跟我走，就把他带走。
大哥，我别再带我进去，我都进去好几次了，我求求你了。不行，现在跟我走。就跟着走，走到你一个地方，正好他们都在那聚会，松一下跟走，推到那个椅子上，坐在那上，听到，听明白了，我放你走。听不明白了，把你送到公安局去。反正这两条路，你信耶稣了，听明白了，信耶稣了，今天保证不带你去。你要没听明白，今天保证散会，我就把你带到公安局。哎，大哥，对不起，大哥，我一定听，我一定听，我一定听明白。坐在那地方就听听，还忘了他是小偷了。那弟兄在上面也讲给他，他说我要信耶稣。就忘记了他这一小子，我要信耶稣。他信耶稣啊，信耶稣行，我做你，我带你，做祷告，祷告信耶稣了，信耶稣，天天火热的来聚会，每一天聚会他都不落，天天来，天天来。这时候呢，也不偷了，天天来聚会了。天天忘了偷东西那些事儿了，就天天人家聚会就把偷东西那些事儿都忘了。后来有一天早上他起来跑步，一个多月了，他起来跑步。跑步完了之后呢，看到那别人旁边呢有一个卖馒头的，那个店铺里面卖馒头，早晨起来把那馒头就给出去了，给那个窗外的准备卖。他走那条正好饿了，拿了馒头。就走了，走完了，吃完就馒头了，一拍大腿，完了，我这信耶稣，这信耶稣怎么又偷人家馒头？这就回家了，回家心里就不行，不舒服，就惧怕，有许多的惧怕感，就害怕了。我这不，耶稣不能要我，就不去聚会了。哎，这传道人说这家伙没来，这看来是信耶稣假的，来骗我的。去，咱们开骑摩托车去找他去。就骑摩托车去找他，一找他，这家伙在家里头在忙活呢。他说：“弟兄，你干嘛呢？”“哟，你们来了，你怎么找到这来了？”他说：“你是不是假信的？你是不是假信？原来不是啊，我真信的。那你真信怎么不，怎么去应付几天，今天不去了呢？”“哎呀，我有过难言之隐呐、啊，说说看。”什么难言之隐？你还是想就又重操旧业了，又去干小偷去了？不是不是啊，不是弟兄，我真不是，我真是实实在在我是相信耶稣啊。他说：“你说说，你为什么不去聚会？家里忙，不是？你媳妇不让，不是？那怎么回事？”他就把这前后的经过说了一遍。那天早上我去跑步，饿了，我就拿了个馒头。我问弟兄姊妹，这个小偷弟兄拿馒头，他因为这个拿馒头是个过犯，神会不会纠察这个过犯？不会。他饿了吗？那么门徒在麦地里掐麦穗吃，可以不可以？可以。那他们饿了吃个馒头可以不可以？可以。神因为一个馒头不要他的灵魂了吗？不会的。因为神说了，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钱和你们的过犯。大卫在饥饿的时候吃了店里的陈设饼，有没有罪？没有。这不叫过犯，这不叫罪。罪，因为为什么不叫罪了？昨天我讲，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不算罪，没有律法这件事不叫罪的。要有律法这件事就叫罪，对不对？没有婚姻法，大爷娶侄女叫什么？叫什么？没有婚姻法啊！没有婚姻法，啊，都离婚，没人都不离婚了。用现在的话叫乱伦，是不是？但没有婚姻法那件事不叫罪。我讲没讲过？那么这个小偷现在他就把他心里话讲，他说：“神不要我了，你看我今天都偷了一个馒头，这叫被过犯所胜。”因为他不在乎人的，说没说？即使出于恩典，昨天我讲没讲这个？即使出于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这个偷馒头这个过犯，使他怀疑这句话，他又掉到偷馒头那个行为里头。
拿人家一个馒头吃，咱们都会遇见这样的事，对不对？早晚一天你都会遇见，上帝肯定叫你经历一把，对不对？他拿人家个馒头，这个叫什么？不至于死的罪，对不对？说没说？当他因为这个不至于死的罪怀疑了上帝这句话，也怀疑了神说我不纪念，记不纪念？不纪念你们的，你们的什么呢？罪愆和过犯，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愆和你们的什么过犯？这句话是不是也怀疑了？这句话也怀疑了。这句话既是出恩典，不在乎人的什么行为，不纪念你的罪愆和你的过犯，这句话也怀疑了。是因为他拿馒头这个过犯，导致他不相信神这么大的应许，这叫被过犯胜过他的哪儿？信心。这句话只有加拉太书第六章才有，全圣经里没有，就只有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才提到被过犯所胜这一节经文。那么这节经文被写错的人多不多？多。所以那里边你看，注意那几段经文，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晓得吗？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这节经文呢，全本圣经就这么一节经文，但这一节经文就有许多人解错，不但解错了，而且到处应用。哪有应用？只要有过犯，那咱们偶然也被过犯所胜呢？平时有过犯就叫被过犯所胜吗？哦，这就说明他平时他过犯都是守住的，都是晚的，都装的，别犯啊，守住啊，装住啊，装好啊，装远可别犯啊，是不是装的？这一装，这就说明他从前的信仰一定是装的，管住啊，别犯呢、啊。但这地方不是，这地方是偶然的，偶然被过犯所胜，听没听明白？偶然一次记录，所以这里面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注意看这几段经文，就已经证明被过犯所胜是一个严重的事儿，不是你今天啊，不是你今天我肉体有个过犯就叫被过犯所胜，我肉体有过犯不叫被过犯所胜，因为我肉体有过犯，我怀疑救恩，这叫被过犯胜过我的信心。听懂了吗？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说必须属灵的人去把他挽回过来。被过犯所胜，你知道什么被过犯所胜？被一定是有一个东西被过犯所胜的，被过犯所胜，是不是？被过犯所胜，什么被过犯所胜的？这样的信心被过犯所胜，对不对？这样的信心被过犯所胜，我没有这样的信心被过犯所，就是被过犯所胜的。我们弟兄姊妹，罗马书七章第七节。第十四节，保罗立志行善留得我，只知行善留不得我，这叫不叫被过犯所伤？不叫啊，不叫，不叫，不叫，为什么不叫？为什么？罗马书七章第十四节往下到二十五节，是不是被过犯？保罗立志行善留得我，只知行善没由得我，这叫不叫被过犯所伤？叫不叫？叫不叫？叫你举手来。不叫你举手来，这不叫被过犯所胜的举手来。大部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肉体作恶了吗？他心里想行善，但肉体没行出来，对不对？他不想做的恶，肉体能行出来，这叫什么？啊，肉和灵两个律进行相争，这不叫被过犯所胜，是不是啊？他是肉和两个灵
肉体那个律和心灵的律相争，这不叫被过犯所伤。现在有多少人把保罗这段经文讲成了是未重生前的经历了？老祖宗遗传都那么讲，他说这段是保罗写他未重生前的经历。未重生会出现两个人吗？是不是两个人里面的两个律进行相争，圣灵的律和情欲的律进行相争啊？那么有的人怎么会把这段经文解错了呢？啊，一个没有从来就没有圣灵的人，他哪来的有圣灵的律？他没有圣灵的律，他怎么可能跟情欲律相争呢？但这个弟兄他是偶然被过犯所伤。你想想，偶然就不是经常的。但你肉体的过犯不单是经常，而有许多过犯。你肉体的过犯是不是经常的？是。但被过犯所胜不是经常的，而且是这里面说什么？你必须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保罗肉灵交战的时候，你用不用把他挽回来？啊？保罗肉和肉体和灵这两个律进行相争的时候，用不用有一个人彼得呀、啊，不管约翰呢、啊，派人去把保罗给挽回来？啊？用不用挽回来？但这个人需要挽回来，对不对？这涉及到挽回，涉及到离道了，这涉及到离道了，是不是？涉及到，当他起初这么信的时候，不在乎人的行为，不纪念你们的罪钱和你们的过犯，他掉到哪里去了？以为上帝纪念他的罪钱和他的过犯，就怀疑了上帝这句话，对不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他掉不掉行为？掉行为。这件事容易迷惑人，所以下面你看往下看，要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是不是当自己小心呢？这件事需要小心。但保罗肉灵交战，需不需要小心？不需要小心的。刚刚被过犯所伤的，需不需要小心？就当小心。下面说，恐怕也被引诱啊，恐怕也被引诱，这是一种引诱，是不是？是一种引诱，这是很容易就引诱人了。一引诱你，你就掉哪里去了？掉行了，你要掉哪里了？最先是过犯里。听懂了吗？什么叫被过犯所胜？别人问你能不能答上来？能吗？什么叫被过犯所胜？因过犯怀疑救恩了，这叫被过犯所胜。过犯胜过我的信心了，这叫被过犯所胜。凡重生得救的人，上帝都要叫你经历过犯，但在经历中间不能被过犯胜过你的信心。最后保罗得不得胜？得胜。他在那交战交战，过犯就那么多，他想行善，但肉体没行出来，想不想做的恶，肉体行。最后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我这样，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倒顺服了神的律啊。”对的，胜没胜过去？胜过去。他没被过犯所胜啊，他有过犯，没被过犯所胜。但有的人有过犯就被过犯所胜了，听懂了吗？嗯。不知道有没有听懂的，有没有听不懂的？听不懂的人说明你回去，你再回去再看看，在专题的我就讲被过犯所胜，在优酷里头一下就能搜到，百度里也能搜到，一搜被过犯所胜，就这个课题专题讲这个被过犯所胜。我不是举一个例子，举好几个例子讲这个被过犯所胜，但今天我讲的不是这个专题，我不能在这里头。我讲就讲一个例子，你听懂了就行了。回去了你再自己再详细的看看，什么叫被过犯所胜，好不好？你自己看，你没明白的你就详细的看一遍，看不明白看两遍。但我相信我讲的很明白了，只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当时反应的时候没反应过来，就以为被过犯所胜这件事情就是我有过犯的结果，有过犯所胜。我在这里再强调一遍，有过犯不叫被过犯所胜，有过犯了胜过他的信心，用以过犯胜过他的信心叫被过犯所胜。
他的信心被过犯胜过了，对不对？信心是不纪念你的罪前和你的过犯，但有了过犯的时候，我又回到过犯里头，一看怀疑上帝救恩的，这叫被过犯所胜，听懂了吗？听懂了。好，再回到希伯来书，一次将自己信心就把事儿成全了，成为成全。完了，不准你搞后账，不准再去为罪献祭去。你不是你献的，祭不是你献的，是主耶稣基督献的，对不对？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旨意是献出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成为成圣。再讲，好，这里边希伯来书的第七章，这个是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只有希伯来书写了七个意思，只有希伯来书写的最完备的七个意思。七是不是完全的数字？是的。罗马书写了好几个意思，罗马书第五章写一次，彼得前书的三章十八节写了一个一次，就要强调这个一次，一共是十几个一次，但今天也不能够把那些个属肉体的人挽回过来，也不能叫那些属肉体的人折服，因为他不信道。就是你正常的，咱们如果我怀疑这个道了，咱们找到一起去交通交通，到底看看他讲的道合不合乎圣经，但没有人坐在那里真正的查圣经。你看给我交通不安全在网上发上去的那些关乎交通的，没有一个人认真的在那地方跟我查圣经的，你不信吗？他坐在那里说话，凭谁凭什么说？凭肉脑瓜的就在那里就开始跟我说话。我拿着圣经，我每次交通的时候我都拿圣经，在我们那边二十多个同工围着我，他把我原来是用一个拉锁那个圣经，他把拉锁咔咔的，是不是啊？给你拉上了，拉上我就说咱们凭嘴，就凭嘴说。我说凭嘴我干不过你，你要凭圣经你干不过我。你别看你二十多个，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因为你二十个你不拿圣经有什么用啊？他们就有一个特长，就是这个律法分子那些人就是不拿圣经，他就凭嘴说，因为他本身那个意念引导了他。误导着他，所以他就照着意念去跟你交通。你说你跟他能交通来吗？是不是啊？他没办法跟他交通来。一拿圣经他害怕呀，他不让你拿圣经的目的就是你没有圣经，咱就能说就行。来，你就说来。看见女人呢就动淫念了，就是我经常动淫念的，你不动吗？你动吗？就这么说吧。我说你动一念的，这就说明什么？你活在哪里了？活在肉体。那么主耶稣基督今天来了，他是照着你的一念是定你的罪呀、啊、还是照着你的信心，照着你的不信定你的罪？不信。这一念要按一念定罪，没有一个今天国的，对不对？主就照一念来，有谁有一念进去天国？那没有一念才进去天国，有这应许吗？这不是应许，是不是？不是圣经的应许，谁敢说今天我就靠一念就能进？不，没有一念就可以进天国，有一念就下地狱了。啊，他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照什么？信。照信不信定罪，是不是？他做成的救恩，他说洗净了人的罪，你信不信？信。你不信被定罪，不信就被定那不信的罪。他洗净了，不是说他没洗净你的罪，他洗净，但你不信。你看，他把亚当的罪给你洗净了。他说你别埋怨亚当，亚当在伊甸园里，你经常有人埋怨亚当，上帝说好，你埋怨亚当，我把亚当的罪给你洗净了，洗净了行不行？洗净了，就拿洗净这件事咱俩立约。立什么约呢？就立洗净了这个约。
我说洗净了，我说亚当给你带了罪，你别埋怨亚当，你别说若不因为亚当我就不能有罪，就因为亚当把罪带给我了，所以我今天我成为罪人，就怨亚当。神说好，今天你有过犯我不纪念，亚当给你带个罪，我给你洗净了不算的，咱俩就拿这事立个约，行不行？我洗净了你的罪，你信不信？信。我不纪念亚当给你带的罪，你信不信？信。你不信，罪就怎样？定了，定了，是不是啊？这叫信他的人，不信他的人，就拿这件事，你别埋怨亚当了。你有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想和你过犯了，行不行？行。你信不信？信。你要信了呢？你要同意了，咱俩就这么立约，就立成了。这就对希伯来书就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愆和你们的过犯，这些罪过记忆赦免，就不用再被罪。这可不是我说的，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啊？有人说王一浩说的，就把那王一浩那嘴那么大，敢写出这话，这是神说的，这不是王一浩的话，这是神的话，经上记着。你不能说王一浩说的，是经上记着说的。你看那些人攻击我的人都说王一浩说的，王一浩说的不用再为罪献祭，这怎么是王一浩说的话呢？如果这些话啊，这些如果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记载，我就长一百个口，我都没办法跟他们辩驳。又都是圣经的话，对不对？有没有再为罪献祭了？有没有求主再一次洗净我？再次洗还得再次死啊，是不是？再次洗就得再次死，谁死呢？再次还得谁死呢？耶稣还死吗？不就死一次吗？那他再一次洗净我的罪是什么意思？我没搞明白，他是不是故意的？故意的把耶稣的血当作平常，要再次洗净，洗一次不够吗？洗他献一次赎罪祭，就把这事成全了，不对吗？成全完了，罪的事已经解决了，所以他在希伯来书，他在第一章的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这是完成式，是不是啊？这是完成式啊，完没完成？完成式。那么耶稣基督把亚当这个罪给你洗了，你肉体的过犯他说我不算了，咱俩就拿这个来立个约，你要信，你就不背这罪。咱就拿我不纪念你的罪嫌和你的过犯，就拿这件事跟你立个约。这叫立什么约呢？新约。你看今天这个新约有多少人守住了？啊，有多少人？你一百个教会中间有没有一个真正明白这个理儿的？这是个什么理？这是真理，对不对？有一百个教会中间有没有五个明白这个理的？有没有？没有。这是个理，对不对？这是个理，而且这个理不是一般的理，而且是真理，而且是很深的一个理。咱就拿亚当洗罪这个，这从此以后你别不要埋怨亚当了。亚当犯的罪我不算了，这件事亚当从前违约的罪我不算了，我给你洗净，你信不信？信。你要不信，我洗净亚当的罪，你就不懂，你这还有过犯呢。我说过犯还没洗净呢，这就表明你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亚当的罪已经解决掉了。下面紧接着立约的时候，来咱俩立个约，这就希伯来说怎么立的约？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愆和你们的过犯，不再了，不再就是不重复了，是不是？不重复再把那个过犯再给你拿出来，亚当的过犯不算了，算什么呢？我跟你。今天的立新约，我把亚当的罪洗净了，你信了就不被定罪，你不信就定罪。信的人多是不信的人多？
因为他那脑袋被魔鬼迷惑了，他不知道他干什么了，他就觉得这件事情这不可能啊，他都有过犯怎么还不算罪了，是不是在道理上犯跌了，就这明明有过犯怎么不算罪，神说我不算的，我说那是罪他就是罪，我要说那不是罪呢就不是罪了，因为耶稣已经死了，把这件事已经解释了，解决完了，是不是啊，这个罪案已经立完了，罪案已经解，是不是、啊、结案了，因为罗马书第说的第八章是不是这么说的，把这隔上，你看罪案结不结，已经结完罪案了，亚当给你留下的罪结案了，了结了，八章三节，咱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你看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不仅那些在基督，只要你住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这个约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世人，神与世人和好的，对不对？这个约是立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基督里成为，这是基督里啊。是不是基督里？基督里成为神人和好的洽谈的居所。你只要住进基督里，上帝说不定罪了。你不住，你不凭信心，不住在基督里，你就住在哪里头？住在亚当里还管你有罪，还有罪。住在基督耶稣就没有罪了，因为神就跟你立和好的约。这约说不纪念你的罪钱和你的过犯，这些罪过自己赦免，不用再为罪。是神告诉你。你神的话你都不听，你说谁的话你能听吧？啊，你现在要反对不是反对我，你是反对神，你是感觉神说话撒谎，是不是、啊、第八章第三节找到吗、啊、你看现在有的人还要靠律动之法，靠守点什么，嗯，是其他的都废掉了，但是要诫命咱得守，他要守什么，守十条诫命，为什么？因为十条诫命它是道德律，咱也不能不守，不守不就随便了吗？你听听，是不是中迷惑了？耶稣成全律法是成全一半，是成全所有，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他成全的是全律法，对不对？律法都要成全，都成全了，对不对？他是成全的是全律法，但今天我们留下点，主啊，那十条你先别成全，我得留着，留着干什么？守，守干什么？守得好犯，犯得好认，认了好有啊，好有理由去侍奉神，不然我侍奉神没有罪了，我没法侍奉。有没有人这么想的？是不是啊？给自己留点回头，留回头，还有的人不但留十条诫命，还把雅各四条也留着。雅各设的四条他也留着，留着干嘛？要命，有一条就够你死，够你死的。神就看我不纪念了，我先点不纪念他，到处找他把摩西的律法，最后的石头，把摩西的律法都不是跟他立的。我们死不是死在摩西律法，是死在亚当律法上。我讲四种律法，是不是啊？亚当律法、良心律法、摩西律法，还有什么？今天都是一共讲四种律法，其中三种律法是杀人的，只有一种律法是救人的。基督的律法是爱，是救人的，全律法都包在爱上，爱是救人的。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显出来。基督的律法彰显的是什么爱，对不对？亚当摩西律法彰显的是恨，谁犯了恨死他。但基督律法不是，你犯了也诚意。你看，就这么的好，你犯了，你都有过犯，有过犯也诚意。不看你肉体过犯，只看你信不信耶稣。只要信耶稣，住在基督耶稣里。有一大堆的过犯也成立，不住在基督耶稣里，一个过犯没有也被定罪，对不对？对。这就是奥秘，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的脑袋被飞机绑刮了的人，他就理解不了这么大的奥秘，是不是啊？
因为他没办法理解，这是奥奥秘呀，奥秘呀。第八章第三节着落，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成没成全？肉体软不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耶稣成罪身形状，做着赎罪祭，在肉体中已经定罪案，罪案定不定完？定在耶稣身上了，没定在我，定在他身上了。定罪案结没结案了？结案了，结案了。那么，那我再犯罪怎么办？傻子，你问这话，问这话就是傻子。我在网上说，输血气的人经常问话，再犯罪怎么办？这就是输血气的经常问话。这是不是输血气的人？这案已经结完了，是不是？如果再犯罪就属魔鬼的，听不听吗？结完了你还犯罪，你说是不是属魔鬼的？明显是魔鬼，对不对？已经结完，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什么叫定罪案呢？过去那个案子。案件的案呢，就是过去结出来审案的时候的啊，结案是不是？案是什么？一个当官的前面有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个金堂木，这金堂木一敲，呆，是不是？金堂木一敲的时候，表明定罪案了。一敲，咔一敲，金堂木斩，是不是？一个令箭就出去了，啪就扔出去了，那是表明要斩了。耶稣被没被斩？斩了。这金堂木敲没敲完？敲完了，敲完了，定罪案定在谁身上？案就是案板，罪案就是案板，案板就是这个木头板子上啪一拍。经常不一拍定罪案，定在谁身上？耶稣身上。所以他不在纪念你的罪钱和你的过犯，已经有人定罪了。所以你的罪钱和你的过犯，他为什么不纪念？你找个原因，你找个原因，有人定罪案了，他不再纪念你的罪钱和你的过犯。那你不要说再犯罪怎么办这句话，这不是圣经的话，这是鬼话，这是一个不信的恶心，这是一个。啊，这是什么呢？在道理上犯罪的人会问这话的，属血气的人根本不属灵的人才能问这话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嗯。罪案定的人，定谁的？耶稣替你在十字架上定罪案了，好不好？嗯。因为他就是你的形象，他是你的全权代表，他是你的替身，是不是替身呢？你把耶稣看成你是你的替身，出去了替你顶罪去了，是不是啊？他已经顶完了，顶完你现在不用凭肉体的眼睛看我的肉身到底有没有罪，因为上帝这个得救这个阶段他就是显过犯的，显出来你也相信上帝不定我罪了，好不好？假如过犯真显得像保罗那样，我立时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得我，他也不定罪了，这不是定罪的条件，因为神不按照这个定罪了，你就得不按照这个定罪。神按什么定罪，你就按什么定罪。神说：“我做成救恩，你信不信？你要不信，罪就定了，是不是？信不信？信。咱信耶稣是信我一点坏事不做了。”还是信耶稣基督已经给你定罪案了，不在乎你有没有什么是坏事，你有许多过犯，但你已经信耶稣了，上帝不能按照这个过犯来定你罪，听懂了吗？听懂了，这才把握了你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永远得救的，对不对？这个救恩才能稳固呢，
所以他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牢不牢靠？牢靠。坚不坚固？坚固。谁也是没办法动摇，谁也没办法定你的罪，对不对？你得在这个根基上坚固了之后呢，上帝才叫你得荣耀，往前再往前发展，得荣耀，得冠冕，得奖赏。你这根基三天两头的摇撼，有的人呢，我就发现这个人的就像没长脑袋一样一样的，这三天两头摇晃，隔几天摇晃一下，隔几天摇晃，摇晃的人证明什么？根基不稳，对不对？假如这个桌子就在这上边悠悠晃晃的，说栽了就栽下去的，说明他这个底座不稳，对不对？那么你今天呢，在信仰上也是真，如果你天天三天两头的摇晃摇撼，站不稳，怎么给你穿全副军装呢？穿全副军装前，你必须在救恩上必须站稳的，是不是啊？所以要站稳了，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根，得罪的根你都没站住，我下面再讲得荣耀，你还能怎么样呢？你根本就听不懂，因为这得罪的根你没站住。听懂了吗，弟兄姊妹？听没听懂？神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这个救恩，谁信了谁有福，谁信了谁得着，是不是啊？是的。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这是福音呢、啊、他说不纪念你的罪嫌和你的过犯，从此以后啊，那罪过既已赦免，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你说清不清楚？神就巴不得他清楚你也清楚，神都不睡觉不打盹他也嫌麻烦，你总献祭，你说他麻不麻烦吧？你要不献祭了，他也清醒，也休息了，你也休息了，是不是？那叫安息了，是不是安息了？那你安息了，他也安息了，好不好啊？对不对，弟兄姊妹？好，再回头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第九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找到了，咱们一同来读。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用牛犊的灰撒在不洁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释放了剩的什么？学习呢？这个经文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为什么换血了？为什么换血？猜。换血才像基督。啊。那山羊牛犊血怎么办？那都不要了。不要了。为什么不要了？牛瞎子。牛瞎子。洗不净罪，对不对？就像今天咱们这衣服白衬衫，就用总用那个洗衣粉，很便宜的洗衣粉，怎么也洗不净。最后换了贵的、好的洗衣液，能不能洗净？能。得换呢。这傻老婆没换，买了1000多包。傻不傻？那么今天呢？有的人把耶稣的血也当洗不净。也当就业的一个劲儿洗，一个劲儿洗，他不让你再洗了，就洗一次。全世界的人多次洗的多不多？在抚顺城那个地方有一个姊妹，她丈夫是个翻译，那接待家她家那女儿，她找个对象，她丈夫是翻译，翻译完了之后，她交了一个美国的朋友，她就对美国朋友说，因为她听我讲道，就对美国朋友说，是吧？我们今天没有罪了，是义人了。你猜他，那美国人对那个中国那个翻译说什么？
你这是假基督啊！他说你这是假基督啊！你看给定上假的，这就说明肉脑瓜的，不管是中国的、国外的，都一样，像一个妈生的。你看看我上新疆的肉脑瓜子，你看不看那肉脑瓜能气死一逼，是不是？那真肉脑瓜，这长了脑了，脑袋瓜子是肉脑的，是不是啊？有一天有一个从那个越南的加我上，把我加好友聊了一会儿，最后就删除了。他就说，那人能天天不，那天天都活在地上能不犯罪吗？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以为就中国人有呢，你这个越南人怎么也干这事呢？人肉脑瓜全世界上都一样的，像一个妈生的，一个爹生的人，最后把我踢出去了。一听我说这么说，他就把我踢出去了。你看不看这肉脑瓜子？这不管哪，美国也有，德国也有，是不是啊？越南也有，法国也有，哪个国家都产这东西。盛产肉脑瓜子，谁加工出来的？这肉脑瓜子，输血气的人加工出来的肉脑瓜子。上帝生的都是什么？灵人，对不对？灵人知道属灵的事儿，输血气的人并不明白神属灵的事儿，所以就以为怎么样，玉镯，就把这事当玉镯了，对不对？这件事你看就这么说的，他为什么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为什么不用了？乃用自己的血换血呢？是不是啊？看十章的第四节，十章的第四节，晓得吗？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他不喜欢，不能除罪他就不喜欢。再看十一节，十章十一节，这地方说断不能除罪，断然就是绝对的不能除罪的。搞他妈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你看永不能除罪，这怎么断不能除罪？一告诉你不能除罪了，你再献上，你要除不了罪，揍死你，打死你，你信不信？你逃不了罪的，因为他不能除罪，你又去把这个东西献上。那你要把这耶稣血天天献，证明你把耶稣血看成不能除罪的，你把耶稣血当成是牛羊的血。今天天天献牛耶稣的血的人多不多？这下可用那个山东话、这个德州话讲话，这下可逮着了，这下逮着，逮着了就得多洗啊，厚厚的涂，薄了不行，使劲涂，天天抹，把耶稣血当什么了？你看这人有没有啊？你这人你说够不够呛吧？这人死定了，你把耶稣血当成是牛羊的血，你说你死不死定了啊？牛羊的血多次洗没洗净，但耶稣血只一次就洁净了，就升到高天坐在父神右边洁净了。因为他说洁净了你就说洁净了，因为他坐在高天上就这么说的，洁净了才坐上去，对不对？这叫金口玉言，谁要改了他的，那是天上的皇帝，听命于你们。改了他的话语，就等于改了你的命。